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听我的声音奇不奇怪？我一觉醒来，我声音就这样了。头几天是一直咳嗽，奇怪问题。然后今天这嗓子终于是不行了。录完双头龙以后，就一直在咳嗽，气管疼。但是我没想到能影响到这个嗓子。然后我这嗓子好像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。皮质增添是已经拼完了。但这个嗓子，我自己听的声音都要笑，变声到这种程度，好像我从来没有遇到过。不过感觉问题应该不大，有个几天就好起来了。最近，感冒发烧的应该有挺多，大家还是需要多注意好这个防护，以免像我这样啊。因为这个症状什么都有，我是先感冒发烧，然后呢坏肚子，然后再咳嗽。到现在嗓子哑了，所以朋友们多注意身体，就是这个时候还是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。当然啊，等我再传视频的时候，大家也不要忘记一键三连。好了，再见。